接到第二号地址，好像昏迷了，请求支援。别让什么是你？没时间解释，我们先出去再说。快！支援，你别让老人受苦了。我已经长大，不需要练了，你也不用那么怕犯错。怕什么怕？再怕就来不及了。周六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《火神的眼泪》。